大家好，我们来聊聊为什么从理学角度来看养猫可以招财。以磁场来说呢，猫被视为能够吸引正能量和财运的生灵。猫呢，尤其是那些性格温和、爱撒娇的猫咪，能为家中带来和谐的气氛。而和谐正是吸引财运的关键因素之一。首先呢，猫咪的独立性格代表着财富自由流动，它们散发出正面能量，有助于清除家中的负能量，为吸引财运来做铺路哦。而且呢，猫咪喜欢洁净，经常自我清洁，这象征着去除旧的，迎接新的开始。也就是说呢，新的财运。再来呢，猫咪的在追逐玩具或是自己的尾巴时候展现出来的活力，能够激活家中的气场啊，让这个家中更有生机。这样的环境是吸引财神到访的最佳状态。还有一点，特别是金色或是黄色毛皮的猫，在风水学中被认为特别能够招财。金色联想到财富和丰裕，养一只这样的猫，相信可以为家中带来更多的财运。最后呢，不仅是物质上的财富，猫咪呢还会为家中成员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和快乐，而快乐本身就是一种丰富的财富。所以呢，从灵学的角度来看，养猫真的可以在多方面为你生活招来财运和幸福。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招财猫，一起迎接更多的财富和快乐。